菜鸟新移民在中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秀敏，欢迎收看飙股俱乐部。台北股市今天大跌274点，收在8943点，成交金额1190亿。现场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汤总顾问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。今天值得关注的个股有中鸿持续火山爆发喷出了。大盘今天重挫，今天啊金价几低，哦哦等等啊。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大盘重挫，今天是礼拜三啊，开盘最高还拉到79点，最低跌了290点啊，300多点的振幅。今天一定足侪人中风的，因为一支乌乌等等的，粉碎了投资朋友追求财富的梦。今年的行情啊，就此打住。今年的行情啊，不会有高点，景气啊，哦，大家把股票卖一卖也对，房地产也卖一卖啊，没干啊，没老背，好，准备拿枪啊，准备要打世界大战，大家心里准备好，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换成现金，因为川普当选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今天一定恐慌至极，眉头深锁。不知所措，盘中本来是怎么样，涨70几点，后来杀杀杀一路杀，川普一路领先之后呢，你就一路杀。为什么要杀呢？啊，唔惊，唔知咧，就是惊啊惊，所以要杀，所以非理性的杀盘，一路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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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今天的盘啊，我真的要帮他鼓掌。为什么？太漂亮了，我就是怕你不杀。还记得吗？汤老师说要上万点，还记得吗？汤老师说万里长城万里长，还记得吗？很多人就是有这个硬盲啊，股票打死都不卖，认为大盘安呢？汤老师说要上万点，啊，我的股票安呢？跌嘞，打死都不卖，因为老师说会上万点，所以呢，我的股票呢套牢这么深，一定会解套然后倒赚，所以千万打死不要参加会员，抱着就对了。汤老师解盘解得太好。所以我今天说杀杀的好，因为你不杀，大盘就不会不连正的呀。你一定觉得老师啊，你怎么老神在在？我最近呢，你会发现我还是讲的那句话：散户今天在干嘛？我常常灌输你一个你很不服气的观念，跟散户对坐啊，他一定赢。散户现在在干嘛？大力刮，小力刮，川普当选，世界大战，全球崩盘，黑天鹅来了，惊死人！什么大佬一大秃鹰来了，一定要砍股票。你问他为什么要砍股票啊？唔知咧，大家拢在抬啊，我就跟对抬啊。所以今天啊，今天台北股是唯一的利多啊，他杀出去带千亿的大量，终于看到千亿的大量，我要帮他鼓掌。哦、很多人不愿意出场的，全部都出场了，我难得这么高兴呢、啊，赚大钱的机会就来了。那为什么还这么高兴？是真的高兴，不是假的高兴。今天的所谓的一个川普当选，它代表一件事情，全世界没温调的代志，它代表一件事情，当大家都认为啊，当大家都看好的啊。往往都不好。汤老师的操盘经验谈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月有阴晴圆缺、啊。当大家都看好希拉瑞会当选，你想都没想过，川普逆转胜，就跟去年一模一样的道理。当转世改的都认为旧金山爵士队那个勇士队篮球一定会拿冠军，结果呢，逆转胜啊，逆转输了。骑士得冠军，所以在这个市场就是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。当大家都认为希拉瑞会赢，奇怪，川普当选。那重点来了，当有一档股票啊，你会发现我最近都只讲一个类股，什么都没讲，只讲一个类股，偏偏全市场就有汤顺伟在讲，
我靠的起红台。当你眉头深锁，当你恐慌性杀盘杀出，杀出带量的时候，每个人问他为什么杀股票，他都在怎么样？每个都卯足全力在杀。为什么？你家己问伊，为什么要抬股票？唔知咧，大家都在抬啊，我就对抬啊。啊，为什么要抬？无啊，大家都讲黑天鹅啦。川普当选准备怎样？世界大战啊！我要回家怎么样？磨枪去了，准备要打仗了，磨钢盔去了。好，当大家都怎么样？眉头深锁，当大家不知所措，当大家都在卯足全力在杀股票的时候，有一档股票啊，全市场只有我汤顺伟带着我的会员卯足全力的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。注意哦，在一月高回是今天咯，那也就是说，他为什么一枝独秀？当你看到这个画面啊，你不会觉得台北股市啊今天崩盘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人有旦夕祸福，此事古难全。当你在开始哀川普为什么当选，当你在开始抱怨，把所有责任 全部推给川普，你是丢啊不丢？你没办法解释，就是因为大盘大跌，你终于恍然大悟。汤老师的操，这个市场比的就是经验，还记得吗？这个市场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人的钱。好。那还记得吗？葵花宝典，我刚才给你看的操盘经验谈。当大家都看好希拉瑞会当选，通常都不会当选，这叫经验。就回到我刚刚跟你谈的，这个市场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人的钱。那我汤顺葵如果是那种假北挖北，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今天跟你讲的很空，叫你用力空的，那你打电话进来吐口水，你终于恍然大悟了，汤老师啊，我怪哦，你打钢都勒钢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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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钢铁你还是钢铁，奇怪，全国电子死光光，全国股票死光光，只有钢铁股怎么样一枝独秀？汤老师啊，大白天见到阎罗王，活见鬼，怎么有这种股票？啊，礼拜一涨停，那扣讯就不用看啊。礼拜二再大涨，轻轻松松。今天啊，大盘重挫狂跌，恐慌性杀盘274点，大力刮细力刮，全世界全台湾的人都在抬股票，他为什么优雅自若？他依旧优雅，嗨嘞嗨嘞嗨嘞，准备创新高，我们还是不卖。老师啊，你不怕黑天鹅吗？老师啊，川普当选了嘞。老师啊，你枪买好了没？老师啊，你钢盔买好了没？老师啊，被转世改被修整了嘞。做股票哦，那是戆人所想，哈尼简单啦。我坦白讲，我汤顺伟今天不必坐在这里，我可以解事后盘。什么叫事后盘？哎，今天跌，我跟你讲哦，用力跟着我来空就对，我给你优惠，指鹿为马、啊，他要误上贼船，不把你的钱当钱看。大涨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要上万点了，你看，咻，给这多头走势啊，那解盘呢、啊？所以我问你啊，一个人有这个本事，我靠来 key 红台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顾得投顾。是不是会照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是不是啦？我看别人，哎、欸，你看我这波你是赚钱的、喔，而且这单股票我贴都没贴，你若无赚到钱，大盘在今天你偌几点你足清楚的哦、喔，啊？今天跌几点？274，四点吓死人啊！第一次介绍，7月21，全世界无人介绍这支股票。每个被洗，每个操逃，涨了将近70%，5块涨到7.1块。第一波没来，第二波你看我从头注意哦，我从头到尾都没贴，因为我就是怕你误入歧途，我就是希望你怎么样，闻香下嘛，萧规潮水，随势而上，让你真的目睭紧紧看，真正会赚钱，不是骗人的，我想骗你都很难嘛，所以为什么来找我都童叟无欺，有口皆碑。又是没有贴143亿的股本，注意量价的背后，你看6.52，6.6，7.15，中弘钢铁，名字都没变，
看没涨，我还是一样一直跟你讲，做股票就是这么坚持，管他什么川普，管他什么希拉瑞，管他什么谁当选，跌下来，老师啊，你快做头啊啦！老师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打死我都不会参加，因为你介绍钢铁股，钢铁股第一个传产股，第二个股本143亿，中鸿钢铁，不可能的标，你给我缴会费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啦，去参加是燕头啦。讲得很好，闲货才是买货人。老师，你看吧，参加的都燕头，做空你管要头头露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不会飙，不会飙啦。11月7号，啊，11月7号，我老婆的生日，你看到没有？用涨停板来恭贺，恭喜中鸿持续创新高涨停板，务必获利爆了，安全带爆，仍然看涨。选对股需不需要管大盘？赚钱到底是紧紧张张还是轻轻松松？有没有公开验证？我从头到尾都让你看，包括他还没飙出去之前。我有嘴讲我无呐，这句话我真正吼，从7600讲到8000，讲到9000，无可能会飙，到底会不会飙啊？143亿的股本，全市场谁叫他飙？全市场谁跟你讲钢铁股？当大盘拉回重挫274点的时候，我靠你起红胎，你才知道何处是你的港口。我靠你起红胎。你终于验证一件事情，固德投顾到底是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。哇靠，你起红胎，你终于恍然大悟，汤老师选对股票真的不用管大盘，赚钱轻轻松松，探囊取物，管他谁当选，今天创新高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跟对人，跟对人啊，跟着蜜蜂啊，你找到花朵；跟着厕所，每天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啊；跟着苍蝇，你绝对找到厕所。大捡便宜货，今天大盘我都要跟你解大盘。今天大盘跌成这样，我要送你一句话啊。第一句话，跟散户对坐一定；另外一句话，捡便宜的时间来了。你现在不捡，你什么时候才要捡？大盘难得拉回，没看我刚刚拍手拍到，喜形于色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就表示怎么样？我们的股票啊。跌的好啊！你现在不减，以后又要追高，你到底应该怎么做？我这种做法又是验证了一句话：跟散户对坐一定赢。你到底？我再问你一件，你必须很认真的告诉你自己：大盘跌成这样，我们要大减便宜货。你要站在散户那一边，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追高杀低，还是要跟散户相反，把自己的层次提高？老师啊，会费不够，这样会期不够样，你看你的问题又来了。你就是没胆，你永远明明是多头，你每一次都是错失赚钱的机会。我在大买，你在大卖，你是对还是不对？马上要过年了，你想加倍奉还，今年都没赚到钱的，是胆。赚到钱之后你就有胆，剩最后62个名额，不管你参加哪一种，棋子也是一样。棋子今天我们有优惠的活动，广告中的电话你自己善加运用。选对股，跟对人，才能不用管大盘。怎么太弱留强？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7-Eleven 熏肠披萨厚片，严选德式烟熏香肠，再铺上3种香浓 cheese， 温暖每个早晨。蜜糖厚片同步热卖中，我也想吃耶。Good choice。7-Eleven 加热早点，为幸福加温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普千挑百选，岂止多重双向。机票，我才不会带咖啡自登机呢。和黏人的食物说分手，
牙齿变干净，笑容更自信。吃完喝完嚼 extra。全世界目前仅有四个开采珍贵海洋深层水的水源，行动海洋深层水含生理所需的70几种矿物质，取自太平洋深海62公尺，天然纯净无负担。行动海洋深层水真的是好水，简单每天喝。内容亚太平，西丽福建中太平马建庙三番，宗教年度盛事，行过婚姻中华。全国唯一亲手妈祖绕境庆典，邀请乡亲来西里看老人迎妈祖。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如梦踏实。世界每天都在变，未来掌握在自己。想一千次，不如勇敢做一次。成功不是谁先起跑，而是能坚持到最后。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中视主播前进校园，和你们分享面对世界的酸甜苦辣。教大家如何为自己的未来加分，别犹豫，快来跟我们一起实现梦想。中视新闻，中视新闻和大家一起梦想领航。太贵钢，就那也都没剩。你问 people， 一它含医生常用消炎止痛药，深入渗透，有效消炎，更快止痛。第一名的苦蛋廖琼芝老师曾经获得亚洲最杰出艺人金奖、终身艺术成就奖，看他勤苦奋斗的精彩人生。每周五晚上10点，中视燃烧的斗魂。歌神张学友曾经3年辞退了21名菲佣，被菲律宾官方列入黑名单。他和妻子婚前外传有一名男星介入，让张学友很介意他又是谁。请锁定周五上午9点台湾新闻网。还是如何？我们继续请教总顾问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，世事难料。想都没想到川普当选，但是你终于知道我有所动作，你终于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我卯足全力这一个礼拜，这一几乎一个月都在谈钢铁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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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铁，偏偏都没有人跟你谈钢铁、钢铁、钢铁、钢铁，因为你分析师第一个对钢铁产业不懂啊。台面上懂了，大家只有小弟在笑我啊，安尼讲卡背啦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跟你讲，避开会对损失，你就全力重压。你看，我把会员，我几乎所有的资金全部移去做钢铁。钢铁股今天啊，你终于恍然到，老师啊，不怪你打钢钢铁钢铁钢铁，中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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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原一点红。我说讲这一档，讲这一档以外还要讲了吗？没啦。你每天看，每天看，今天拉回它就是机会了。啊，2014中宏钢铁，听清楚，老师啊，碰到安呢，啊大盘安呢，啊自己乌乌荡荡，哎、欸，有参加甲无参加，真正有差哦，啊，老师啊，碰到安呢，甲够会使用，老师啊，会涨到哪里去？听清楚，中宏啊，刚开始而已，你一定打死我不相信，啊，去真的啊，假的安呢，5块起啊，今嘛8块安呢，8块6安呢，啊。安尼要一倍啊嘞，八成啊嘞，随便你了啊！你会发现，哇靠嘞，起红台，你终于知道何处是你靠岸的港口。全国电子死光光，全国股票好难做，只有中钢一直，只有中宏钢铁一直涨。你终于恍然大悟，老师啊，无怪你这个月哦，这两礼拜拢在讲钢铁，真正顾得投顾是不是会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来解盘，那今天大盘大家重挫之后，吉吉哦哦等等，他告诉你什么意思？他告诉你我会开始持续的做一波，因为涨太多了，1600多点，7600涨到9399，涨太多之后，从现行结构来看，我们见招拆招，你会发现整个的一个结构，这个之上全部都是套牢区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告诉你这个地方，第一个，要么他迅速站上这所谓的季线，再一次的做一波转强。今天的很多的砍出来的，那我为什么还是很乐观？因为散户都没有买，那台北股市大家之前在抱怨没有量，所以没有量才好，没有量今天杀出来大量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不愿意出场的人啊，他也出场啊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我汤顺奎股涨的原因啊。所以这个大盘啊，你不杀、啊、我很担心，你杀光之后啊，我就开始开心。老师啊，这个哦等等，今天带大量呢，
对啊，你好担心哦，恐慌至极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之前这个地方也是杀出来1219亿的量，看到没有？嘛是一支黑黑长长，未输一支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看当初以股为镜可以知兴替，以大盘为镜可以知赚赔。当初1219亿杀出来了，当初的散户有没有上车？嘛是惊到要死，抬落来了。你看散户根本没上车。所以你看一下，它轻轻松松强度关山，一路走到9399点，大家又傻眼了。万里长城万里长啊，你又不敢上车，再等拉回，真的拉回，这一次又来了，又是1000多亿，1189亿，跟上次如出一辙。上次杀下来，杀在极限之下，你不敢买，它一路，我就不用讲了，万里长城它万里长。那现在又杀下来，它交代了一个 A B C。一个 A B C 杀交代完毕 ，A B 波的反弹 ，C 波直接下杀 ，A 波等于 C 波，所以波段满足点已经满足完，所以这两天之内，它我认为会止稳，止稳之后听我的口令还是一样，它是一个强烈做多的一个买点，因为散户根本不敢上车，再加上上车的打死不愿意卖，它今天砍出去了，所以我对这个大盘还是非常的乐观。那从来为什么这么乐观？今天融资一定大减，晚上就看得出来。跟散户对坐一定赢，散户一直降，看到川普跟他看到贵，对吧？还没当选就怕成这样，当选一定拼命砍，大了瓜，小了瓜，毒了了，漂亮，来，所以认为这个大盘两天之内应该明天就会止稳，或许还有低点，因为美股今天晚上还有一刀，然后他也封闭了所谓8965的这个缺口，这个箭头我画很久了，所以短线不管他必须做一波，他怎么下去啊？他要怎么强弹？重点来了。这个地方机会来了，大家都在非常的恐慌，因为恐慌，我要用恐慌来讲，恐慌才有大钱赚。如果不够恐慌啊，我汤顺伟反而恐慌啊，跟散户对坐一定。大家都在砍股票，你一定要勇于买进，捡便宜的时间又来了。不跌还好，跌了才有机会。这个市场就是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的人的钱，我已经示范过很多遍了。那你要操作的就是什么？你跟着我来就是买一个胆，胆大的人啊赚胆小的人的钱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你一路怕7600你也怕，8000你也怕，8500你也怕，9000你也怕，9399点，你还是怕。今天大台大杀四方274点，你一定惊呀、啊！但是中鸿钢铁它一枝独秀创新高，我们重压，偏偏这一个月以来，我汤位置。五锤公告博嘛，每天就是钢铁，除了中鸿，除了丰兴，我有讲其他的吗？稍微点一下其他的而已啊。你看我的节目，今天大台274点，无赚到钱啊，你家己去弄拼。顾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讲下你这拢无啊，你家己看到好，欣赏一下标股的英姿，看一看喜欢看大盘的人的下场。我靠，咧起红胎。你终于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我们卯足全力、使劲吃奶的力量，狂收大买的中鸿钢铁、中原一点红啊！而且股本143亿，你想不想试胆？啊，剩下最后62个名额。那重点来了，我股票也准备好了这一档。我说大捡便宜货嘛，大捡便宜货时间来了。你现在不买，现在绝对有便宜货可以买，只是你买对跟买错又会差很多。我们还照买不误，按表操课很轻松，尾盘又拉上来。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，跟散户不一样，你有钱赚，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，买还是不买？川普，你看，怪怪的，你看，黑天鹅，你看，你的想法啊。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束包袱，我帮不了你、啊。解铃他还去系铃人、啊、你从7600看到8000、8500、9000，一路都是我对。当大家有疑虑的时候，当川普会不会当选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，11月14号会有汇兑损失的问题，不是川普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我把会员所有的资金全部就去重压钢铁股，除了钢铁以外，我还是钢铁。结果偏偏会涨的是不是钢铁？偏偏会涨是钢铁，
全市场谁在讲钢铁？中鸿钢铁7月21日，习武节一波，第一波不讲，讲第二波6.52。我是每天不厌其烦，管他什么川普，管他希拉瑞，对不对？管他是川还是西，一路一直到今天，足足啊，将近又是40%，一枝独秀，头也不回，还是看涨，一张都不卖。换你来告诉我，汤顺奎钱到底应该怎么赚？今天大盘重挫，照理讲我应该最高兴的。川普的政策又如何？啊，今天来不及讲了，自己打电话来问。川普政策这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啦，他几乎都拼的是内需了，下次来跟你谈了。重点来了，很多人说，老师啊，我都套牢股票，你看又是这个问题。这档股票你真的务必要打来问，好，务必要打来问。那重点来了，加倍奉还计划剩下62个名额。重点在很多投资朋友都是套牢股票，所以这个动作真的很重要。我愿意帮你，今天再次免费，免费，张老师亲自帮你看持股诊断，免费一整的时间。这个动作真的非常重要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大捡便宜货又准备要大买的股票，你又不来，下次又看我验证，没有意义。广告中的电话，解铃啊，他还去系铃人。想赚大钱，一定要跟紧脚步，打电话进来。总共提供试胆价的优惠，剩下62个名额，不要错过每个赚钱的机会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，拜拜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随身轻巧包上市，轻心打开新关系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。主力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，每天追踪法人动态，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，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，富贵赢家终极选股抽抽乐，请快上网搜寻富贵赢家麦克连02236363322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。同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含丰富天然草本，双层口感，双层滋润。京都念慈庵双层枇杷软喉糖。来验收一下，你这样子赚到多少钱？好不好？291块。